还是非常开心嘛。自己其实有幸参与过这个亚运会以及全运会的传递，这个奥运会的传递也是自己的第一次，然后非常开心嘛，能够在这个今天这个非常有中国这个文化建筑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然后能够第一棒传递，我觉得非常开心自豪。